OK， 我们今天配到场了，今天玩这个太服的护送模式哦，我们来玩一下。我们现在是守方，我觉得守方玩狙击枪蛮好玩的。之前有玩一场，然后队友的麦有点吵，先把它关掉。哎，不给关呢，他这个条在这边，我要怎么关？哦，这样也可以关了。开始说，哎呀，我去毒圈外，我在干嘛？开场就残血了，是怎样？看到这三分之一的血就没了。车子呢？怎么感觉车子没在动？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。我睡了。First blood。哎，这么巧！Double kill。哇！可以，把车子推回去。我去，哎嗨，哎呦 ！Double kill， 两个盲狙，他比较准。两个在那边拿大狙狙护射，好色啊！看到他切的速度比我想象中慢呢、欸。Double kill， 那边有一只狙。Triple kill。Quadra kill， 后面有人啊！他被打死了，楼上有一只狙。这边有一只狙。Double kill， 哎，我们要把车送回去了呢。Triple kill。哎，手弹！他车被我们送回老家，笑死！哎，这边有一只狙，哎，完蛋，不该蹲下了。把他们的车送回老家，笑死！不行，这车子会。帮他们挡子弹啊 ！Double kill， 这个位置没看到人 ，Triple kill， 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延长赛，我这咬了，哎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哎呦，可恶！大家抓个正着，搞得定，搞得定。哦，你呢？时间到了是不是？不知道他要多久才算到啊？下一波了，这一场我们玩哪个比较好？蜂鸟吗？还是 N？ 我思考一下啊、哦。先玩 MP40 好了。他们的车在哪里啊？车子在哦左前方。推一下，推一下。哦，我的闪光弹不是烟雾弹，笑死。全力把车子推过去哦！这边有人，哎呦哎呦哎呦哎，被抢头，然后又被
另外一个敌人收，太爱上了。我去侧边帮忙好了，他一个人应该推得过去吧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，爆头！哇塞！哎，伤害不够吗 ？Double kill。啊，退回来，退回来，退回来！我们感觉要赢欸，他们没有在守车嘞，敌方没有在守车，我们要赢了，这好快啊！哎，来了，敌人来了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直接快速赢，这场打多久？大概不到七分钟吧，直接获胜哎！感觉敌方没有很认真在守我们的车啊。有两个敌人好像一直在防止狙人吧，然后没有要下来守车，只有固定另外两个队友，敌人的队友在守车。然后我们这场15杀，输出3100，很快就结束了。然后我拿到什么 MVP 不是 S 啊 ？MVP 到底是不是 S 啊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看对面击杀都普遍很低耶，我们这场队友的话杀的其实都还不错，这样。